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在地江山高阳、公山，特别是高阳桥仔头、南马坑、彼得，这个所在人一定真侪人捌听过一个做山叔，伊个名字叫做昂宝大。 安宝大老师伊在讲一句，伊一世人在描写伊一世人即个生命路径的一句话是安尼讲，伊讲好家在，好家在，我有耶稣同做我去才会互我行过困苦的岁月，有教业的鼓励，会当行过即个困苦的岁月。 写那伊会讲即句话，安尼地当理解后，伊真，伊伫一千九百十三年一九一三年出世，伫江山诶所在。伊诶老爸一九一三年是日本时代统治诶时代，老爸是一个警察，却是七岁时，七岁时，有一日。 伊看到两个人来引导啊，讲一个一个，咱在讲讲做担架吼，即、哦、种的探戈，啊将伊个老母伊赶出去，伊个老母破病伤重啊，但是即两个人来赶出去，啊，对于伊只了，迄七岁，细汉伊一个查某囡仔七岁。 看见老母互人对出来，安尼讲出去，就拢无个再看见。所以，红宝大老师到伫年老的时，伊若想到即个镜头，心拢会真艰苦。伊讲，伊到即阵毋知道老母啥物时阵过身，埋葬伫啥物所在。啊，想话人会将老母家讲出去。 破病就来赶出去，原来是著是着着苦类啦。咱在讲的叫做祸乱哦，老母着着祸乱，啊迄阵的处理的方式著是隔离，啊因为是隔离，有可能著是安尼死去，所以拢无搁再倒当来。 一世人诶，日每一边若想着、這個，即心内拢有真侪讲未出诶话哦。我伫咱诶节目诶中间，捌介绍一个叫蔡克蔡乔，也、啊、是伫中华基督教病院推荐起来，到伫马街护理班啊，受护理训练啊，了搁再用一当。 训练真侪一个做善事，然后伊结婚哦，刷卡结婚，安尼著是有一个受伤诶青年哦，车祸受伤诶青年就伊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娶卡达顾，顾家即个青年人，落尾读东京兽医专科毕业了，倒来台湾啊，就拜托父母。 养迈人啊去鹿港，甲伊个老爸提亲啊，就带带卡做某，这是我捌介绍过的，即个带卡做护理啊，照顾病人，叫病人爱掉、哦。我嘛捌介绍过第二个做善事，安尼第是乌文蒂牧师娘，乌叶乌叶保玉。 欧文的牧师娘，伊就是专门负责即个工课啊。南丹是制作山书，搁是挂彩聚会。罗尾的关山设立一个玛利亚山院，来底服务所有后山遮的原住民老人要生产就通来底关山即个玛利亚山院。 瓜菜鸡腿，顺阿国无顺娘，对遮个原住民真照顾，所以得讲，若是原住民来玛利亚山伊生产，一开免钱。我们的无顺娘就是伫即个玛利亚山伊在倒卡手帮咱这原住民怀孕的妇人，做手术，哪一咱简单来讲，做三百 啊，咱若讲即个字眼，互年轻的一代人听话听拢无，虾物叫三宝哦？啊，若搁较早，即、這个三宝的语言叫做扣家宝哦。汝看，真趣味吼！扣家宝三宝，啊，到伫落尾做三叔，做三叔其实是中文的名，啊，伫近代读即个音过来。 安波大律师是一九一三年出世，七岁。我头先有讲，老母其实就是考能啊去往隔离，啊落尾就无当来，无当来上大的可能性就是过往，啊无无迄个老母讲囡仔伫厝，伊无爱倒来。啊，所以呢，伊伊的老爸是警察，啊得照顾伊，啊照顾伊的兄哥，啊就安尼伫。 细汉中大，安波大算头壳一美丽，啊，真会读册。所以一九二三年啊，伊读国民老毕业。一九二六年啊，伊一九二六年啊，迄年伊差不多是国民老毕业十三岁，但是煞突然间拄着一个问题，安尼第虾米？老爸目睭无看见。 你要看七岁，七岁老母无去，十三岁老爸忽然间目睭失明，未当工作。伊迄阵十三岁，啊，老爸未当工作，未当继续做警察，无收入。所以十三岁，伊一面咧读册，一面在去做工，去引康亏啊来做。毋但是安尼规个家庭，伊得阁再照顾。 伊诶小妹啊，厝人也有唱歌，所以规个家庭诶工作拢落伫伊诶身躯顶。啊，伊前伊无因为安尼就无读册哦，伊继续真,真认真读册啊，然后高中真紧哦，中学真紧，读毕业啊，毕业了，伊用同等诶学历哦，伊读两档啊，着啊结束啊，用。 当顶的学历去考台北哦，大大护理护理助产学系哦，大大护理助产科伊得走去考，这是大大呼吸病伊家己设的，啊，大大呼吸病，即、这个台北医专家己设即、这个护理助产科，伊去考，十三个人内底。 十三个内底，干阿伊一个台湾人，你也看真无简单哦。这是伫伊做中学毕业，啊，伊就家己走去台北考护理助产科，是台北医专护士的一个科系。啊，即、這个科就是最主要要训练啥物，训练护理护理人员以后会当留伫台大。 迄阵叫做台北医专附属病院伫遐来用，伊去咧考诶时是十八岁哦。啊伊、啊、诶兄哥体贴伊，鼓励伊去读册啊，厝里兄哥家己经起来，所以就十八岁就家己去咧台北读册。啊咱躺在身躯边拢中，日本人，诶，这個。 伫日本时代，哦，这是一个真大的压力个竞争，但是伊真认真去拍拼所以伊的成绩一直真好啊。然后伊唔但是替家己拍一个真好个护理基础，甚至妇产病医台北医专的妇产病医，就是今仔日个台大病医，有真济医生。 对伊的努力非常肯定哦，一直要达劳劳伫即个护士病院做工。但是伊毕业了后，哦，伊去实习，哦，即大家拢学了。啊，毕业了后、哦、有真济医生要达啊，伊讲伊袂使，因为虾物？因为伊起来读册即段时间，拢伊的兄哥伫负责家庭，啊，伊的老爸已经无看见。 啊，吉一人，伊爷阿哥去互日本政府调去做兵，所以厝里等于无人伫照顾老爸甲小妹，啊，伊感觉伊有责任，著爱倒倒来贡献，照顾即个家庭。伊无拍算，伊对台北倒倒来，啊，老爸就代伊讲：阿、啊、今你已经完成学业啊。 啊！你毋免烦恼厝面，因为伊有小弟小妹嘛，已经大汉起来，啊就介伊讲什物讲我已经甲你找一个适当的对象，啊你通去嫁哦。啊，所以就介伊找到一个伫桥仔头善良的人。 啊，这个人是王谦修老师伫水水龙国小的教册，诶，王谦修老师啊,啊，就伊培训订着啊，出嫁去哦。迄阵诶，福建人老爸若讲叫伊嫁翁啊，揣好势拢无第二句话，啊，这甲新郎同款撮卡吼，撮卡、哦、对大爸妈介。 护理班倒等于到伫彰化，几多到病院，老爸走去病院讲卡你答难医生讲你要过啊，啊啊就安尼的过去。哦，这这是当时的环境，蔡宝大老师嘛是同款诶情形，咱成功到这裡休困一下，再过来继续。 我伫安波大老师对台北倒转来，啊想讲欲照顾家庭夫妻到卡手，伊会想欲倒来，就是想讲伊会当蹛高山来开一个做善事的工作，来服务遐个所在个人，因为伊就是即方面受过专业训练，无拍算伊的老爸就带匹配好适，过去伫个伫九华头就是。 贡山隔壁，这个庄，这个庄桥仔头，啊桥仔头有一个属龙国小王谦修老师哦，迄、这个时阵伊才二十二岁。我开始在介绍洪宝大老师就有说，就讲伊有讲一句话哦，在伊个晚伊讲我呢一路行来，真感谢上帝，我有耶稣同我 有耶稣同我过，我才有法度经过即个艰苦的人生的岁月。我讲过七岁，老母就无去；然后十三岁，老爸目睭无看见。啊，伊对大伯岛当下，老爸大配分结婚六年，结婚六年，伊生三四个囡仔了，结婚六年。 伊的丈夫王老师就因为破病来过往，所以你看要看囡仔真细汉，伊要安怎？后头厝无可能转去，伊得家己扶持。只个囡仔大汉，哎，这真味哦，我伫介绍蔡卡女士嘛是啊，蔡卡女士结婚五年生两个囡仔了。 伊个丈夫，伊个丈夫急性毛断炎，连开刀都未好，就过生气。洪宝大女师结婚两年后，伊个丈夫破病过生气，迄、那个时阵伊二十八岁，就酒驾，啊，然后就开左山,山瘦，左山瘦。 啊，这个做山叔就开在树农的所在，伫桥仔头诶所在。啊，伊对这个做山叔，因为伊有一双真美丽的手，就开始做山伯的、这个、工作的。伊有讲这个工，讲这种的工课真趣味的，甚物，较早期啦，吼，今仔日无讲较早期的医生同款，无甚物无时间的，因为。 患者甚么时阵来弄门，医生爱起来。做善事嘛是共款，参保嘛是共款。人随时来弄门来叫讲：“某人啊，你得较紧的倒骹。手我附近人,人特别生啊，你嘛是得爱起来。哦，即、这个叫做无时间观念。啊，这安波大老师佮讲一人。 毋但是无时间观念，阁无地理界限哦。即、這个无地理的问题，无时间的问题，无地理的问题，是安怎无地理的问题。伊讲有真侪所在路是真歹行的山路，你著爱去。啊，你袂使讲因为风雨真大，路崎岖坎坷，你无爱行，袂当啊。因为 婴啊，要出，你若是无一个三宝起啊，改灯仔，有时阵是真危险。因为迄个生囡仔诶人家己也袂晓，啊，若无注意，可能婴啊，包括母体拢会拄到问题。所以伊才在讲，阮做三宝诶人吼，无得看时间，无得看地理，诶、欸，即真出去哦，无得看时间。 因为囡仔要出事，那有讲，互你摄下条，伊就走出来。哦。时间到，伊就出。来。无得看地理，就是讲无论什物所在，人若会当行来到咱个岛，甲咱叫。就是表示咱有法度行路到伫伊个厝，啊，伊就是安尼。伊讲有几那边真正真疲劳、真忝，路真歹，伊也捌为着在赶路啊。 迄个主家的人带伊行虾米？行铁路边啊！咱在铁路拢有迄站木啊，一块一块。啊，那个暗时讲要较紧嘞，啊，行铁、啊、路边，有时阵无注意就安那去踏着，脚去踏着，踏着站木，啊，人就跋倒。伊讲摇几啊遍，其实著是跋倒伫铁路边。伊讲感谢上帝。 伊的手伫我看未到的时阵，甲我砍，甲我扶持，互我虽然摔倒，犹阁会当无受伤，迅速爬起来。啊！做伙甲自家去到田头底下来帮衬。负责人将婴仔迅速改生出来。伊讲伊每一遍，那三更半夜人来叫。 伊我那行路，第、就是我那伫祈祷。伊讲祈祷会一人，第、就是得祈祷上帝。伊讲上帝啊，你得乎我会当顺遂，有快乐，个有智慧，通帮咱这个老母会当顺遂，将囡仔甲伊生出來。生命是你想事，上帝啊，你得照顾。 你知影，洪保大老师写哪安尼记到？伊讲咱无法度通知迄、那个时阵无什物超音波，无什物现代即种诶医疗科技诶检验。伊讲有几那遍拢是著爱真细致，若无这囡仔的生命就会拄到危险，或、哦、者是。 红保大律师伊讲，啥物伊需要祈祷，因为若无祈祷，用人的气力无一定会保全即种个性命。有几那边去讲行善的时阵，就会发现迄、那个家庭真困苦、善缺。伊讲伊把加一个乞家，加一个乞家，带伊哦。 抱囡仔出来，伊讲即个客家的孙仔。即、這个客家的孙仔生出来，但这个乞客家的孙仔抱出来了，伊讲即个囡仔，即、這个囡仔要安怎样会当顺速长大？伊定看到艰苦的人，伊毋但无钱哦，伊得去买牛奶粉。 哦、买真侪物件来送。即、这个乞家的孙啊，乞家的孙啊，一个出世会当想象，迄个是非常艰苦，所以伊得提前去买牛奶、粉啊或者囡仔、婴仔糖食，来补给伊的辛苦的需要。伊上感动的，就是即个孙啊，落尾伫高雄，即嘛真做一。 一个医生唔当，医生阁是养医的生死，所以伫安宝大一个老师，伊自世人经过的时间，伊讲会晓春秋帮战是上帝，予我有快乐；会晓大囡仔顺时跑出来是上帝恩典，我敢那会当感谢。 我找无第二句话来对描写我做一个做善事性命的经验。两位观众朋友，咱拢一定捌听过一句话，讲生有龟满油鸡酒芳；生无龟四片干茶芳。这是咱常常伫民间听到一句话。毋过安波大老师伊在讲，伊去接生的时阵。 伊就是定定去拄到啥物，非常危险。但是已经感谢上帝，有上帝手帮咱扶持，囡仔会当顺遂出來。伊讲伊上紧张，一遍，别、就，是囡仔生出來，即、這个婴仔生出了，负责人说。 病会吼，难得讲讲这病会病会，著、哦、是讲伊个主讲收话袂好势，啊，大量的病会，迄若无注意啊，真紧得过旺去哦，负责人会过旺去。我过去伫教会无开，我著去拄着有即种个青年人啊，迄阵伫德国伫读册啊，怀孕生囝。 出来，负责人,人要在病院、哦，后伫病会，医生连出手要救袂赴、哦、我嘛搁拄着另外一个嘛是负责人,人啊，怀孕生囝了病会，啊一边是伫台北中间，啊伫中产诶人去伫台北，伫啊生活工作，伫啊拄着诶生命诶危险，但是拢真好讲。 上帝春秋，台在伫台北即、这个有救活起来，伫德国迄个是过往伫病院的所在。阿伯、啊、多，女士伊在讲，伊拄着这，为真紧张，但是伊讲时阵真冷静，伊随时随时得赶紧联络救护车送去大病院。 底下来帮衬这个负责人,人，指挥啊，然后伊亲自送啊，等于这个负责人嘅性命保存落来。对二十八岁，到第伊年老九十几岁过亡嘅时阵，伊讲伊做真侪，已经互家己正做伫这方面正留练。 因为真老年，伊就有即种的经验感受哦，伊也感受得讲生产的过程，每一遍接一个囡仔，一个囡仔诶形象，拢看见生命诶可贵。每一遍接生产，即、这个生产的过程，囡仔出来，伊拢看到生命诶奥妙甲可贵。这是伊一世人诶。 做慈善的经验，真多謝,谢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平安。